各位贵宾，接下来的精彩议程，让我们欢迎微软大中华区资深开发技术经理张书元，为我们带来运用 Windows Azure 强化 App 的开发应用。请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张经理上台。大家好，我是张书元将。那下午的时间，在这个场次里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如何使用 Windows Azure 来去强化各位的 App 在后端部分，你可以做一些应用的部分。那在目前来讲哈，我先问一下在座的这个各位，你目前有开发 App 或开发过 App， 麻烦举个手。好，谢谢。好，那大概有三分之一到一半左右了哈。好，那所以我想就如同我们早上的主题一样啊哈，那其实在去年来讲哈，我想大家比较常听到的名词哈，对开发人来讲比较常听到的名词是 cloud 哈。那在今年开始哈，大家比较常听到的名词可能就是 app 哈，或是 apps 哈。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到这是一个趋势啦哈，就是说云端来讲在大概去年跟前年哈，其实大部分的大厂在这个云端的环境或云端的一些基础的 business 的这些不管是基础建设也好，或者是商业模式也好哈，其实都已经慢慢的走上轨道了哈。那接下来就是要如何把这些云端的服务跟使用者再做更进一步的结合，让它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哈。所以这个是在新一代应用程式开发来讲哈，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方向啊，当然这也是目前正在进行中的方向。所以刚才举手这些朋友，你已经有了开发 apps 的经验啊，那所以我想你可能就会比较能够体会得到，就是说如果说我们今天在开发 apps 的时候，如果说你只有前端的程式啊，那你的这 apps 基本上它能够做的事情有限啊。我想在目前来讲，各位可能在网络上也好，或者是听过很多App 开发的研讨会也好，大部分谈的都是在前端为主啊，所以可能大家会去比较说我要开发什么样的，譬如说 Android 的这个 App 比较好，还是这个 iOS 啊，在这个 iPad、iPhone 上面 App 比较好等等啊，可能你会去做这些比较啊。但实际上来讲啊，你如果说要靠单靠做一个 App 啊，我讲的是没有后端了啊，你就单纯做一个前端的 App 啊，那你希望透过这个 app 能够我们讲白一点好了，能够赚大钱的话，好，基本上这个难度相当高，好，除非说你是做游戏，好，要不然的话，一般来讲你开发，如果说你没有一个后端的 business model， 你只有前端的 app 的话，特别是现在大家对于 app 都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哈，就是 app 是不用钱的，没错吧？好，在座觉得这个 download app 应该要花钱的吗？举个手。好，大概只有几位，对不对？开发人员自己都不停开发人员做出来的东西，所以靠做 app 怎么可能会赚大钱，对不对？所以一般来讲可能在 app 刚开始的阶段了，那大家可能会愿意付费去买或者是去 download 软体到新的 device 上面来去可能体验一下这个平板啊，或者是新的一些操作经验。但是到现在为止，平板已经风行了大概两三年有了，所以大家的操作经验大概也都麻痹了，所以接下来 App 就开始要转换它的任务了。那它新的任务是什么？新的任务就是帮助各位把使用者透过
App 透过我们的这个平板，或者是透过我们新的这些 device 上面的 Market 或 Store 啊，你的这个 App 开发好之后，可以直接的使用者就可以马上看得到，就可以去点选它。那点选它之后，接下来呢，你要想办法透过你后端的 Business Model 把使用者黏着在你这整个商业模型当中啊，那这样的话，你的这个 App 写出来才会有意义。那当然你要建构起一个 business model， 刚才一开始也提过，就是说你如果只有前端啊，使用者端的这些 app 是不够的啊，所以你后端一定要有一个平台，甚至于你要有一整套的商业模式，让使用者可以不断的透过这个 app 和你的商业模式进行互动，那这样的话你才有可能透过这个开发 app 啊，透过这些商业行为去赚钱。那当然赚钱不是我的专长啊，所以我的专长就是教大家怎么样去把这东西做出来啊。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一场的主题哈，我们要探讨就是说 Windows Azure 怎么样帮助各位的 App 啊，来去建构出这样一个后端平台出来。当然我相信在座各位在业界都待那么久了，对不对？那或多或少你都有一些创新的 idea， 或者是你有一些 domain 的 knowledge 或 know how， 所以当你今天听完这个尝试之后，那你回去之后可以试着把你的这些 idea 或你的 know how 把它搬到云端上去啊。那前端来讲，你不一定要做得很 fancy 啊。我们讲说这个目前来讲，应用程式开发讲求 Azure， 对不对啊？那所以 Azure 来讲的话，你可以不需要在第一版的时候啊就做得很完美啊，但是你后端的这整个模型你一定要想清楚，那我们可以一直改进。那改进到一个阶段之后，你可以把它放到 Store 上面去，甚至于说我们也知道 Store 里面的 App download 之后还可以不断在更新啊，所以对于新一代的应用程式来讲，其实我们是希望你的应用程式可以跟商业行为要绑在一起啊，那这样你开发出来的应用程式它的这个作用才会比较大一点啊。 OK， 那我们在好，那我们在这一场里面要讨论的是云端怎么样帮助各位的 App 啊，所以在早上的尝试里面，其实我已经有稍微提一下，就是 Windows Azure 它本身是一个我们可以说它功能相当多也相当复杂的一个云端平台啊，但是各位不要太担心哈，因为其实虽然说 Windows Azure 里面有很多东西，但是对于各位来讲，你一开始啊在开始接触 Windows Azure， 甚至于你要开始把 Windows Azure 整合到你的 App 里面去的时候，其实我们有一些比较简单的方式帮助各位比较容易上手啊，特别是如果各位刚才有听过这个查老师的场次的话啊，我们这一场会延续他的这个 MVC 啊，我们来做一些例子，那跟你前端的这个应用程式结合啊，那我们看看怎么样快速的把你的这些商业逻辑，你的 Web API 搬到云端，那你的 device 马上就可以使用它了哈。 OK，好，那我们在 Windows Azure 当中哈，其实里面有相当多的功能，那这些功能基本上都可以整合到你的 App 当中啊，因为我们可以把云端视为是一个无所不在的一个 middle tier 啊，所以只要你的商业模式，只要你的商业逻辑啊，在这个 middle tier implement 出来，我们前端其实是有能力跟各种不同的 device、各种不同的 App 做接接的啊。那特别是目前刚才曹老师应该有提到了啊，目前我们在 ASP.NET MVC4 里面，其实它直接就支援 Web API 的开发啊，所以你可以很快速的把你的这一些商业逻辑透过 Web API 的方式开发出来之后，我们把它部署到云端上去。那部署到云端上去之后，接下来因为我们 Web API 支援的是 RESTful 的 interface， 它走的是 HTTP 的 protocol 啊，所以 HTTP protocol 基本上它没有，第一个它对于大部分防火墙来讲它没有被挡掉啊，再来就是说各种不同的前端程式都可以去结合啊，所以透过这个 protocol 的这个模型，我们可以很容易的把 APP 跟后端的 cloud 你所开发好的 API 结合在一起啊。那当你的 app 结合到 API 之后，接下来我们 API 里面可以透过云端帮我们做什么事情呢啊？那我这边把四个我们在 Windows Azure 当中啊，通常来讲啊，在 App 里面比较常看到的这些功能啊，常整合进去的功能，我这边特别整理出来，今天跟各位分享一下哈。第一个就是 Storage， 啊 ，Storage， 因为我们在我想各位都知道了哈，你的这一些 App 在行动装置上执行的时候
行动装置它的储存体，第一个毕竟是有限的，再来就是说我们我想各位身上或者是家里都会有不只有一个行动装置，你可能会有手机，对不对？那你也可能会有 laptop， 会有笔记型电脑，那甚至在未来你的家电也可能是一个，也可以算是一个行动装置了，所以换句话说，你在你的 app 里面所操作的这些资料，将来可能会需要在任何地方都要能够分享它，那所以这个时候根据这样的一个需求，所以我们发现到第一个在 App 里面最常跟云端整合的功能就是 Storage。 那很多朋友会提到说，诶，那我用譬如说我用SkyDrive 可不可以？可以，你可以拿 SkyDrive 或 Dropbox 当做你后端的 Storage。 那但是在 Windows Azure 里面，我们提供了功能更强大的这个储存体的这个服务，所以我们不只有提供可以储存档案的这个功能而已，你程式在云端，你需要暂存物件，或者是甚至于我们在云端里面早上有介绍过，我们有资料库，所以你可以利用云端的这一些服务来去帮你把这些资料更有效而且呢更安全的把它储存起来，因为你毕竟来讲你放在 Dropbox 它不会保证哪一天这个至少它机房那一些它没有提供相对的一些保证，那所以我想以 Windows Azure 来讲，如果你自己要做一个服务的话，我们提供给各位的是相当可靠而且安全的环境，所以如果你有需要用到 Storage 的话，你可以使用到我们的 Storage。 那另外透过云端还可以帮各位做什么，就是做身份识别，我想各位在开发 App 的时候，你的 App 可能会希望使用者带着他的 Google ID 或者是 Yahoo ID 甚至于 Live ID 直接就可以进来使用了，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境底下，你需要在 App 当中去识别使用者的身份。那识别使用者的身份，如果你都写在程式里面的话，第一个这个 maintain 起来很麻烦。那再来就是说当然管理起来也不是那么的容易啦。那所以在 Windows Azure 云端平台上，我们有提供这个身份识别的服务。那所以等一下我会稍微介绍一下我们身份识别的服务。那另外就是云端跟这个 App 之间怎么去做沟通，还有就是我们在平台上还有一些其他的服务，像 Service Bus 等等，这一些都是我们目前在全球来讲，我们在全球的这一些案例的分享当中，那前端如果有开发 App 的话，后端通常就会跟我们这些中间层的服务去做借接跟沟通的整合。好，那为什么要把 App 跟我们的这个云端跟我们的 Windows Azure 整合在一起？那刚才我已经这个介绍过了，第一个理由就是你当你把你的 App 跟 Cloud 结合在一起之后，我们可以创造新的应用程式操作情境。好，我举个例子，这个例子其实我常常拿来跟大家做沟通了，就是说譬如说各位今天开发一个 App， 假设你今天做了一个记账本好了，你做了一个记账本，那这记账本假设是单机版的话，使用者装在他的手机上可能玩两天三天最多一个礼拜，他就觉得无趣了，甚至于这个可能在 Store 里面看到更有趣的这个记账本，他就download其他的 App 就不玩你的 App，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经常发生的情境，特别是发生在你只有前端而没有后端商业逻辑这个情况底下。好，但是假设你今天开发了一个记账本，那这个记账本来讲可以透过云端分享给你的朋友，所以当你要去采购，譬如说假设你要去大润发买东西之前，或你要去好事多买东西之前，好，我们可以透过这个云端把你的记账本里面的采购清单分享给你的朋友，甚至让你的朋友可以加入他想要买的东西的话，那这样子的一个 App 它跟其他使用者之间的互动性就会增加，那换句话说，使用者他持续使用你这个 App 的机会就会增加，那于是乎你就可以在这个 App 上再去发展其他的商业模式，像是你可以在里面加上广告，或者是甚至于呢搭配，假设啦你的这个 App 使用者人数够多的话，你还可以再去跟卖场谈一些 coupon 啦，或者是合作的一些合作的机会等等，所以从这样一个例子，各位就可以想象得到了哈。单纯只有做一个 App， 其实是很，你的 App 其实是很容易就被淘汰掉的。所以你必须要
后端要有一个商业逻辑，那要有一个平台哈、哦，去经营这样的一个互动的模式，那你这个 app 才会在使用者来讲哈、哦，他才会愿意花很多的时间黏着在上面，好、哦，那当然你才有机会再从上面去获利哈、哦。那另外就是说，在云端上它提供了可以跨各种不同装置的平台，而且还提供了无限的资源供各位来去使用。啊、哦，那早上我想从早上的分享里面，各位也应该有了解到了哈、哦。其实做 app， 你 app 做好之后，你的销售对象不会只有在台湾。啊、哦，如果你 app 做出来只是要卖台湾人，或者是只是要卖到中国去，啊、哦，那你这个 app 的基本上市场就太小了。啊、哦，你 app 做出来之后，应该是要向全世界啊、哦、来去销售的啊。哦，因为我们的这个 store 基本上是没有国界的嘛，好，所以你的 app 做好之后，原则上是可以卖到全世界去的。那全世界的人，啊，我们全世界假设了哈，其实我也搞不太清楚现在有多少人，我们就假设有十亿人好了，啊，十亿人里面假设有十万人使用你的 app， 啊，那请问各位，你要把机房架在哪里？啊，这个问题就蛮困难，绝对不是放在你自己家里，没有错吧？好，你要考量到的是你的使用者大部分在什么地方，还要考虑到网络等等，好，甚至你要考虑到说，你的这个机房不可以怎么样，不可以随时不可以不预警的就 shut down 掉，甚至于就停止服务，好，这个在前一阵子我跟我一个朋友在讨论他的这个 app 经验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他做了一个 app。这个 app 刚上架的时候，排全世界应该有前五十名左右，啊、哦，那他的 app 后端有一个服务，那这服务是放在台湾的某一个托管的机房里面，啊、哦，结果呢，那个托管的机房不预警的网络断掉了两天，啊、哦，断了两天之后，后来他的 app 就没有人要用，啊、哦，因为既有的使用者他没有办法使用，那新的使用者登录之后也没办法用，啊、哦，那所以很快的你的 app 就会被淘汰掉。好，所以当你要开发一个我们刚才讲的就是云家端的这样一个服务的时候，你除了要考虑到你的使用者操作界面还有你的商业模式之外，另外更重要的是你要考虑到你需要的是一个可靠的平台，好，可靠平台，好，那这些其实都是包含在我们 Windows Azure 一开始设计的架构当中，好，所以我们在早上有跟各位特别提过了哈，当你把你的解决方案放到 Windows Azure 上面来之后，好，第一个我们是用微软自己的这个资料中心，好，换句话说你的服务跟我们的服务是放在一起的，好，那而且我们是由 Windows Azure 的专门的维运团队来去帮各位维运你的应用程式，好，所以当你把应用程式开发好放上来之后，基本上你不需要去担心维运的问题，相对的你也不会有太多维运成本的产生，好，我想在座大部分大家都使用过虚拟机器啊，好，那虚拟机器可以帮助各位降低一部分的成本，好，但是在虚拟机器上你还是会需要有维运的动作，好，那我们在 Windows Azure 上，譬如说举个例子，我们在 Windows Azure 上我们有 SQL 的 Database， 那我们的 SQL Database 基本上是不需要管理的，好，各位只需要把程式的资料塞进来，那我们自动的会帮各位做备份，好，自动会帮各位清 Transaction Log， 好，所以你只要把程式连过来，资料丢进来，这样就可以了，好，所以对于各位来讲，其实特别是对于开发人员来讲，哈 ，Windows Azure 的 PaaS 环境，啊，对各位来讲，特别是如果你要发展 App 的话，是相当有帮助的。好，那再来就是说 ，Windows Azure 它目前，上面哈，我们预设已经，早上我介绍过，我们在这个 Cloud Service 里面，我们预设已经帮各位把作业系统已经设定上去了。好，那 IIS 也都装好了，那这些作业系统它会自动更新。IIS 上面所有的模组我们也都装好了，所以各位程式开发的时候，你只需要在主态设定好你需要到哪些功能，那打包部署上去之后， Windows Azure 就会自动帮你把环境建置起来，并且把你程式启动起来，所以你不需要去担心作业系统更新或者是IIS 一些上面一些模组功能等等这些设定的问题，你都不需要去担心，所以你可以很快的把你的 idea 开发好，然后呢部署上去，马上就可以对全世界去发售你的应用程式，所以这个是
我们 Windows Azure 可以带给各位的一个优势。那当然前端来讲，我们支援各种不同的 device 啊，所以除了我们自己的 Windows 的 SDK 之外，我们也有提供 Android SDK 跟 iOS SDK 啊，所以你可以用任何不同的方式去借接啊你前端的 device 啊。那当然后端来讲，早上也跟各位稍微介绍过了，后端来讲，在平台上你除了用 .NET 开发之外，你也可以用 Java， 你可以用 Node， 你可以使用 PHP 都没有问题、哦、这个是我们目前来讲很有弹性而且也很开放的一个云端平台、哦、那在这云端平台当中，接下来我就稍微介绍一下、哦、也顺便跟各位展示一下、哦、如果回去之后你希望透过这个平台、来去让你的应用程式前端的 APP 的功能、哦、可以再加以扩充的话，你可以怎么做、哦、那当然首先第一个动作，你可能会需要先去申请一个账号、哦、那这边我先把我们的网站先给各位看一下好了、哦、OK， 那 Windows Azure 的网站网址很好记、哦、其实就是Azure.com、哦、Azure.com。好，那 Azure.com 的这个网站里面呢，我们其实是有中文页面的哈、哦。目前我们已经帮各位做了中文页面，啊、哦，那所以你进来之后，其实你可以很容易的从功能这个地方，啊、哦，看到我们在目前在 Windows Azure 上面有提供哪一些，包括像早上介绍过的 Web 的 Hosting， 啊、哦，包括 Ice， 包括 Pass， 甚至于我们也可以。也提供了这个 Hadoop 巨量资料海量资料的这个处理的架构，那我们也提供了 Media Service、哦、所以如果说你需要在你的这个 App 当中加入这个多媒体的，不管是串流的影音的播放也好、哦、或者是多媒体资料的处理也好、哦、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平台上就已经有的服务、哦、所以你就不需要再花时间去架 Server 去找软体好去装这些东西起来，好，平台上都已经帮各位做好了。好，那 OK， 那你要使用我们 Windows Azure 云端平台的第一个动作就是你必须要先开一个账号。好，所以目前来讲，我们在六月份已经正式在台湾上市了。好，所以各位可以使用你的 Live ID， 从这个我们网站的免费试用的地方去申请90天免费试用的账号。好，那当然这个免费它是有一个范围在的，不过对于大部分的开发人员来讲，啊，我们每个月提供的这一些 benefit 应该是足够你去开发一个应用程式，啊，并且测试上线应该是没有问题了，啊，好，所以这个是在今天回去之后，各位如果你有开发 app， 然后你有后端的这个平台的需求的话，你可以马上啊就上网开通账号，那你就可以开始马上测试 Windows Azure 云端平台，啊，那这些都是我们早上讲的，完全都是自助的服务。哦、所以你自己做就可以了，不需要找人帮你开通、哦、那当然你开通的时候如果有发生任何问题的话，我们也透过 forum 的方式可以提供给各位资源，这是第一个。那除此之外，我们在网站上你也可以自己去开 support case、哦、所以我们这边不管你是有账户问题或者是需要什么样的资源、哦、其实我们在网站上你都可以随时找到联系的管道、哦、所以这个是相当 comfortable 的哈。那接下来好，当你开发好一个网站，当你开通好一个账号之后，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开发我们的第一个应用程式，并且把它部署上去，好，试着部署上去。好，那所以呢，首先来讲哈，第一个我这边就先做一个简单的例子给各位参考哈。所以刚才曹老师有介绍过，ASP.NET 的 MVC， 没错吧？好，那当你使用 Visual Studio 开发好一个 ASP.NET MVC 的，好，特别是你用 MVC 里面的 Web API， 你开发好一个 API 之后，你要放到什么地方去让你的 App 来去使用它呢？好，就是放在云端。好，那放在云端要怎么放上去？哈，好，首先第一个动作呢，当你建立好、开通好一个账号之后，你可以到我们的这个管理网站上面去。好，那在管理网站这边我们早上有介绍过哈。好，我们要进入到 Windows Azure 云端平台最快的方式有三种。第一个，你可以建 Cloud Service， 或者是你可以把 Virtual Machine 搬上来。好，那当然早上最后还有一个更简单的方式，好，特别是假设你是要一开始要建一个 POC 等等之类的，好，
那最快的方式，你也可以透过我们的 website， 透过我们的 hosting 的服务。好，那这个 website 要怎么用呢？哈，好，这边我先demo 一下。首先第一个，当你登录到管理界面之后，你可以从最底下 new 的地方，你就去新增一个 website。好，那新增一个 website 的速度很快哈，你这边选择 quick 就可以了。那因为我们目前这个 website 的服务它还在 preview 的阶段哈，所以这个资料中心目前就不能够选择在亚洲这边啊，这个可能稍微跟各位抱歉一下。不过它很快正式版的时候，我们在所有资料中心各位都可以选择啊，所以这个是现阶段的一个限制。好，那接下来你可以设定一个你喜欢的 URL 啊，所以譬如说我就把它取个名字叫 John 的APP 好了。这边必须要小写 ，OK， 好，太好了，没有人用。好，那所以接下来这边很快的，我就把这个 site 的环境建立起来了。好，建立起来。那建立起来之后，接下来呢？接下来我顺便哈，就把 MVC 的专案也建立起来好了。好，所以我从我的 Visual Studio 这里哈，我去选择加入新的专案。好，这个很简单，我想大家都没什么问题啦。好，那我们就选择 MVC4 嘛。好，那选好之后，接下来取个名字吧。OK， 那我就把它取名叫 My Web API 好了。哎，已经有了。My Web API 零一好了。OK。好，那接下来你就选择你的 project template。好，那我想刚才曹老师有 demo 过，如果你要建 web API， 最快的方式就是选 web API。好，所以我们就选 web API。好 ，OK。好，那选好之后 ，Visual Studio 的 template 很快的就帮各位把这个 MVC 站台，好，还有就是包含 web API 的这个环境，就帮各位建立起来了。好，那这个地方来讲，好，我用，因为它这需要点时间，我用我之前建立过的先给各位看一下哈。所以建立起来之后，接下来在这个 controller 的地方，其实它预设就有一个 values 的 controller。好，那这个是一个就是 template 里面的 demo 啦。好，好，那所以各位可以看到，将来在这个网站上，你可以直接透过 API 斜线 values 的方式，好，来去存取这个 values 的资料。好，那Anyway， 这个网站新增出来之后，好，那我们可以快速的在本机端试一下。好，不过我这边假设它已经没有问题了。好，那所以好，假设我们已经测试过了，节省一点时间。好，那我现在要怎么样把这个 site 搬到云端上去呢？好，第一步，你先 create 一个 website。好，这个刚才我们做好了。好，那做好之后，接下来我们找到刚才这一个 John 的 APP。好，我们先连进去哈。那连进去之后，在我们新的这一个管理工具里面，它会提供一个 dashboard。好 ，dashboard。好，所以如果你这个 site 是，好，我先给各位看其他的 site 好了。好，譬如说，假设你这个 site 目前已经有人在用了，好，那在你这个 dashboard 里面，它就会显示一些，我看一下。好，它就会显示一些用量的资料。好，那这用量资料它是用颜色去区分哈，所以你可以看到，有 CPU 的资料，那有这个 data in data out 的资料等等，好，这个都很容易，你直接从这个 dashboard 就可以自己看到你目前网站的状态。好，那我现在要做的事情是要把 Visual Studio 里面的这个 MVC 的 Web API 部署到这个站台上去。好，那所以我要做的事情，第一个，在我们的这个网站里面哈。你可以从 dashboard 当中去 download publish 的 profile， 这 publish 的 profile 就是你要出版你的站台的时候，你要部署你的站台的时候所需要的环境设定。好，那这环境设定你不用去记它，你只要把它 download 回来加到你的 Visual Studio 里面就能用了。好，很简单，所以这边我就把它 download 下来。 OK， 好，那 download 下来之后，接下来呢，接下来我找到 Visual Studio。好，那刚才我建立的这个是 My Web API 01，我用这一个好了。好，那你找到这个专案之后，按右键选择 Publish， 啊，选择部署你的站台 Publish。好，那 Publish 的时候呢，这边就透过 Import， 你就可以把刚才的这个设定
音波进来，好，你完全不需要自己去填任何东西啊，你把站台设定 download 下来 ，import 到 Visual Studio 就可以了。好，那 import 好之后呢，接下来就是下一步，好，看一看没什么问题，再下一步 publish， that's it， 好，这样子就可以把你的这个 MVC 的站台发布到 Visual Studio 上面去了。好，好，不过这边似乎有点小问题啊，因为我还没有 build 它。他不知道发布什么，好，所以我这边 build 之后再重做一次。好，那因为刚才我已经 import 这个设定过了哈，所以我重新 build 之后，其实我也不用做太多事，因为设定都一样，所以我重新 build 过之后，再重新 publish 的时候，我只要选择 publish， 这样就好了。好，所以大概在两三分钟的时间吧。好，那看你的这个网站的大小了，好，一般。还有就是看你网络连线的速度啊，所以一般大概在大概两三分钟的时间，好像这种预设的 template 大概两三分钟的时间，我们就可以直接从透过 internet 去存取它了，好，可以更快啊。好，所以各位可以看到，现在我的这一个网站就已经部署到 internet 上了，好，那如果你有连上网络的话，我这个网站的网址就是叫 johnapp.azurewebsites.net， 好，那我们试一下好了，我们试试看它的 API work 不 work 哈，所以这边我就找到，我就输入它的 API 的连接，所以 API 斜线 values， OK， 好，那刚才这个曹老师有跟各位介绍到 Web API 预设它 return 的资料可以是 JSON 格式，好，所以这边我们开起来看一下，好，果然没有错。好，这预设值嘛，好，你使用这个 template， 你没有改它任何东西，预设它就是回传 value one value two， 好，这个就是我们的执行结果，好，好，所以这个就是怎么样？这个就是你要把你的商业逻辑部署到 Windows Azure 最简单的方式，好，当然如果说你的后端的逻辑越来越复杂，好，譬如说你后端可能还有一些过账啊，或者是有一些订单处理，甚至于你有 EAI 整合的话，那就比较不适合用这种方式来去进行部署，好，所以我这边，所以我一开始有提到，这个是最简单的进入方式，好，那进入到 Windows Azure， 你知道 Windows Azure 里面有哪些东西可以用之后，接下来，好，你还是会选择用 PaaS 平台。好，来去 host 你后端越来越复杂的程式逻辑。不过一开始，我想各位先用这种方式，好，把你的这个站台，把你的 API 先部署到 Azure 上去，那你就可以开始把你的 App 跟云端结合起来了。好，那结合起来之后可以做什么事情呢？哈，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再来看一下哈。好，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储存体。好，那我们在 Windows Azure 云端平台上其实提供了很可靠的这个 storage 哈。那目前来讲哈，这个 storage 其实是一个资料储存、资料管理的一个服务的统称哈。那我们在 storage 的这个服务里面，其实包含有第一个，我们的资料表 table storage。那这 table storage 各位特别注意一下，它是 NoSQL 的 storage， 啊，所以不是 database 的 table。好，不是 database 的 table， 好，它是透过 key value 的方式来去存放物件的资料，好，这是我们所提供的一个 NoSQL 的储存体。那所以如果说你是一些你的资料结构可能比较不确定，好，可能会变动，甚至于好，你程式里面你这些物件的东西，你希望将来直接物件存进去，物件取出来，你不希望再做太多 join 的这些动作的话，好，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直接把 object 丢到 table storage， 好，那你就不需要再去做正规化，把它拆得乱七八糟，再塞到资料库去存放。好，所以这个是Windows Azure 的第一个我们叫 table storage 的储存单元，好，它是用来存放物件的，好， key value 的储存体。那除此之外，我们在 Windows Azure 上也有提供 blobs 的 storage， 那 blobs storage 就是放档案的，好，放档案的，好，那所以你有声音、影像、照片，任何的档案都可以放上来，都可以放到 Blob Storage 里面。好，那我们的 Blob Storage 还可以跟 CDN 服务去做整合。好，所以如果说你要让你的应用程式里面一些比较经常会被存取的资料，使用者在下载的时候速度可以更快的话，你可以把 Blobs 对应到 CDN 的服务。好，那这个时候全球
各地的使用者就可以从离他最近的 CDN 机房来去 download 这些资料。好，我们全球有超过24个 CDN 机房，台湾也有一个。好，所以虽然我们台湾没有资料中心，可是我们有 CDN 机房。好，所以你可以利用这个方式，让你的应用程式可以取得资料的速度可以再加快。好，可以再加快。好，那另外我们在Middle Tier 也有提供 Q， 这个 Q 就跟各位在一般程式当中、一般企业架构里面使用的 Mesh Q 是一样的。好，当然它是在云端啦，不是在你自己的 server 里面，好，这一点是不太一样的。好，那不过 anyway 使用方式一样，好，你可以透过这个助列的服务来去达到在分散式架构当中，好，你的讯息的传递，好，可以是一个可靠的传递，那你可以透过它把不同的这个层级的这些程式再结合起来。好，好，那另外我们在这个Windows Azure 里面有提供 SQL 的 Database。好，那这 SQL Database 以前的名称叫 SQL Azure。好，那它跟各位的 SQL Server 最大的不同点就是在于 SQL Database 它是不需要管理的。好，所以当你使用 Windows Azure 里面的 SQL Database 的时候，你完全不需要去管理资料库。好，你只需要把你的 Table、把你的 Stub Procedure、好，把你的 View create 出来，这样就可以了。好，那我们的资料库基本上它是可以延伸，它是可以 scale out 的。好，所以你可以透过它来去储存大量的资料。好，而且呢，它可以提供很可靠的一个安全存放的地方，因为我们会自动帮各位做资料的备份。好，所以你不用去担心资料遗失的问题，而且它也是执行在 class 的环境当中。好 ，OK。好，那当你把资料放到我们 storage 里面去的时候，好，那安全性的部分，好，主要就是由你的程式来去控制。当然存放的地方我想一定是没问题，我们资料中心都是很安全的。好，那程式的部分，当你需要去 取得这些资料的时候，如果你资料是放在 storage 里面的话，我们就是透过这个key pair， 好，每一个 storage 里面都有一对金钥，好，一个是 primary 的 access key， 一个是 secondary 的 access key， 这两个都可以用，你在程式里面可以用任何其中一个去存取 storage 里面的资料。好，当然如果你 storage 里面的资料是不需要被保护的，其实你在建立的时候也可以把它设成它是 public 的 container， 好，换句话说就是公开对外的，好，任何人只要知道网址就可以直接下载。好，你也可以做这个设定，没有问题。好，那另外资料库的部分，我们在 SQL 的 database 当中，好，我们有很高的安全性。好，第一个，如果说你没有指定，就是说你从我们 SQL Database 里面没有指定的 IP 要连过来的话，预设我们防火墙是会全部挡掉的。好，只有允许的 IP、特定的 IP 可以去存取资料库的内容，这第一个。那再来就是我们 SQL 资料库里面一样，你建立资料库的时候可以去设定你的账号密码。好，所以你程式当中也是一样，就透过这些账号密码去连线，然后呢去保证你的这个资料存取的安全。但是各位要特别注意的就是说，不管你的程式是放在你自己的机房或者是放在云端，有一个观念都是一样的，应用程式的安全性其实大部分都是跟人有关系。所以一旦你的这个资料连线的这一些安全性的资讯，你随便的，你没有安全的，你没有去保护它，你随便的就把它这个透露出去的话，其实你资料放哪里都是不安全的。所以这个观念我想应该要跟大家稍微再提一下。好 ，OK。那以 storage 来讲，我们基本的存取模型是什么？哈，好，我们的 blob storage、我们的 table storage 等等这些 storage， 基本上它都支援 RESTful 的 interface。所以第一个，你的程式是可以直接存取 storage 里面的资料的。但是通常我们不建议各位这样子做，啊，通常我们不建议各位这样子做，啊，为什么呢？因为你存放在云端的资料多少都会有一些安全性的concern。好，那我想很多朋友都有跟我谈过有关于个资法的一些concern。好，所以当你对这些资料存取的时候啦，当你对资料存取或者是对资料存放的安全性有疑虑的时候，那代表意思就是说你必须采用更安全的架构来去存取资料，这样才可以。好，所以如果你是你的 device 直接去存取云端的这个 storage 的话，那原则上我们 storage 不会帮各位做稽核。好，所以一旦这个资料，譬如说有人譬如说有你的客户的资料被可能遗失了，好，或是被其他人拿走了，那你很难证明说这个资料不是从你的应用程式里面被拿出来的。
啊，所以一般来讲，你的应用程式要做到安全性的话，我们通常要满足至少三个 A， 对不对？你要去做 authentication、authorization 跟 audit。啊，那如果你是直接去存取 storage 的话，你没办法做到 audit。啊，所以当你的这个客户跟你抱怨说他资料不见或被人家可能跑到外面去的时候，你很难有 audit 的 log 去证明说，啊，这个资料不是从你这边这个泄露出去的。啊，所以在这边来讲，建议各位，你的 device 如果要去存取云端的资料的话，我们最好中间是透过一个 web role 或者是透过一个代理程式来去帮你存取资料。那你可以把稽核、可以把验证授权的这些逻辑都放在这个代理程式当中。好，这样的话，你的程式在这个安全性的部分可以做更多的控制。好，那资料库存取也是一样。我们在云端上基本上刚才有提过了哈，就是说基本上你的 database 只要把这个防火墙打个洞，啊，设定个 IP 或设定个 IP 的网段，啊，那你的前端程式就可以直接连到资料库。好，但是通常我们也不建议这样子做，啊，因为这样子做安全性上还是会有一些疑虑，啊，所以一样，对于这个你的行动装置假设要去存取云端的资料库的话，我们也是建议各位透过代理程式来做。啊，那这样的话你可以把这个验证授权稽核这些逻辑都放在代理程式当中。好，那你的资料库的部分就单纯是存放资料，这样就可以了。好，所以这个是我们提供给各位建议的一个架构。好 ，OK， 好，那所以哈，接下来我这边做个简单的这个 demo 给各位看一下哈，我们的 app 怎么样跟这个 Windows Azure 的这个我这边 demo 是跟我们的 SQL Database 结合在一起。好 ，OK。好，那首先呢，我先把我这个例子开起来。我这个例子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员工资料管理的例子啊。好，那在我这个例子当中，我用到了 Entity Framework， 啊，因为我在我在我的程式当中了哈，我不希望花太多的时间在设计跟维护后端的资料模型，好，所以我就采用 Code First 的方式，也就是说，我先把我程式需要的资料模型先建立起来，然后再透过 Entity Framework 帮我把这个资料模型在后端的 database 当中 create 出来，好，那这样的话我就不用花太多时间在这个维护后端的 database 上，好，这个是我目前这个 scenario 的做法，好，当然不同的应用程式你的考量点不一样，好，所以你不一定会采用 call first 的做法，好，但是我这边比较简单，所以我就这样子做了，好，所以首先在我的这个例子当中，好，第一个我定了一个员工的资料的一个类别，好，叫做 customer，好，里面就放了一些员工的基本资料。那接下来呢，我就定义了 customer 的 context。好，那在 customer context 当中，我在透过这个 override C 的这个方法，我把初始化，就是entity framework 帮我把 database create 出来的时候，我希望预先载入的资料，我在这边都把它建立起来。好，透过程式把它建立起来，加到这个 context 里面。好。所以将来当我程式启动的时候，好，那我的这一个Entity Framework 就会根据我的这个Customer 的这个 Context 的设定，帮我把资料库的环境建起来，并且帮我把资料倒进去，好，所以我就不需要花很多时间去建立这些 Script 来去 create 我需要的 Table， OK， 好，所以这边我是这样子做的啦，好，好，那这边做好之后，接下来呢？这一个 Web API 的应用程式里面，哦，其实我就是把 Entity Framework 加进去，哦，然后呢我在 MVC 的这个 Controller 的地方，哦，我把这个 Customer 的 Controller 建立起来，哦，那所以将来我就可以透过这个 Web API，哦，去做这个顾客资料的新增、修改、删除跟查询，哦，所以这个很简单，你完全不需要花很多时间去写 ADO.NET 的程式，好，透过 Entity Framework， 透过 Web API 帮你建立这些资料存取的界面，好，那你很快的，你的前端程式就可以透过这些界面，透过这代理程式的这些 API 来去存取后面的资料，好，好，所以这边我的这一个 Web API 这样就建立好了。那建立好之后，接下来呢，在我的这个前端的程式当中，那我前端这边我是用 Windows 8的 Metro Style App 的 Template来去做的，好，所以在我前段的程式当中，第一个哈，我做什么事情呢？第一个，我先把使用者操作界面建立起来，好，
那所以在我的这个范例当中 ，OK， 好，我这边是有一个 grid view， 啊，用一个 grid view， 然后去做 data 的 binding， 我这边是直接细节的，好，直接去做 data binding， 好。那 binding 的资料来源当然就是透过我们的 API 去取用资料哈，所以我不是直接去连到资料库哈，各位要记得这个架构，你的 app 要去存取云端上的资料，我们不是直接 app 去连资料，好，你中间层要建一个代理程式，好，我们是透过代理程式的 API 来去使用这个后端的资料的，好，好，所以在这边我就是透过这个这样的一个模型哈来去建构我的应用程式，那建立好之后呢，接下来哈在我的程式当中。在我的程式当中，我就是在OK， 好，在我的程式当中，我就是把这个服务的 URL 还有这个 API 的位置设上去，好，那将来就是透过资料细节的方式，好，我就可以在我的前端 App 当中去取得云端的资料，好，所以这边我快速的执行一下。好，那当然因为我的 API 已经部署，透过刚才的步骤我已经部署到网站上去了，好，所以这边我就不重复做这个事情了，好，OK， 好，所以现在资料就下来了，好，那下来之后这就是在我的这个工具里面，在我的这个 APP 里面，我从云端上下载的所有的员工的资料，好，那当然这些资料来讲，我们是可以透过 API 去做，我现在是做查询嘛，哈，那我还有另外开发新增的功能，好，所以我们也可以试一下，好，比如说我现在要新增一个员工的资料，那假设它叫做 Mary 好了，好，那我们随便停个电话好吗？好，我住在台北 ，OK， 那 email 就不停了哈。好，那我现在在我的 APP 里面填完这些资料之后，接下来按下 Create， 好，按下 Create 之后，这个资料就会透过 Web API 塞到云端的 SQL Database 当中，好，所以我刚才建立的 Mary 的资料 OK， 我们直接好，原本最后一笔资料是 David 嘛，好，那我现在再到下一笔去，好，所以现在 Mary 的资料它就已经在我的 APP 当中，好，那如果我们到云端的资料库上面再验证一下的话，哈，好，我们现在来到云端，最后来看一下资料库的内容。OK， 所以我们找到我们的管理工具，好，好，那我现在要去看资料库的内容，好，所以第一个动作，我先找到在管理工具当中，我先找到 SQL 的 database， 好，那我们程式使用的是这一个 customer 的 DB， 哈，不过呢。因为现在我要去透过这一台电脑现在的 IP 去管理它，好，所以我要连到这个 database 之前，哈，第一个动作我要先开防火墙，好，要不然的话我的电脑是没办法连到这个环境上的，哈，好，所以这个是我目前的 IP 位置，好，那我把它更新一下，好了，更新到这个地方来，手不太巧，再一次，好，那这边更新好之后，按下确定，好，确定我要更新，好，然后存档，好，那这样的话，我的防火墙的这个防火墙的洞就打开了哈。那打开之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去管理这个 database。那我们看一下刚才那笔 Mary 的资料有没有在里面。好，所以我们从 database 的地方，你可以找到刚才 customer 的 DB。好，那我们从这个 dashboard 里面哈，各位可以看到这个你目前资料库的一些状态，好，包含它的用量等等，这些都可以看得到。那在 dashboard 的右下方还有一个管理的连结，好，所以如果你要去管理这个 database。的话，我们有几种方式哈。第一个，你可以透过这个SQL Server 的管理工具连到云端上去做管理，好，这是一个方法。那或者是
如果说你像我一样用平板的话，那我们也可以透过 Web 的 Portal 去管理哈。好，所以我们试一下，我应该记得密码才对。OK， 好，所以我们连进去之后，我们快速看一下这个资料有没有在里面哈。好，所以 customer 的 table 在这个地方。好，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找到最底下这里。好，这个就是我们 Mary 的资料。好，没有资料，这边可能比较小一点哈。OK， 好，所以透过这个方式，我们就可以哈，把资料塞到云端上去了。啊，所以各位不需要写很多的程式啊，那你只需要透过这个第一个，你透过 ASP.NET MVC， 啊，它的 Web API 的这个 Template， 你可以很快速的把你的 APP 后端所需要的 API 的界面先建立起来。那建立起来之后，我们把它部署到云端上去之后，接下来下一个步骤，你的程式就可以跟这个 API 结合在一起。那结合在一起之后，那你就可以透过 API 去存取后端的这些资料。好，所以这个是我们一般来讲在全球来讲哈，APP 跟这个我们的Windows Azure 云端平台整合上一个很 common 很基本的一个应用，给各位参考一下。好。那当然除此之外，当你熟悉这个模型之后，你还可以做更多的事情，像是什么，像是我们在APP 里面各位接下来可能会经常会需要用到一个服务，像譬如说你要建立推播的服务 push notification 那 push notification 是由 server 端在状态改变的时候主动通知到前端去的一种沟通的方式那所以当你熟悉这个模型之后，接下来你就可以在透过 Windows Azure 云端平台上面做更多的事情，好，你可以做 Push Notification， 好，那或者是说你也可以再去做更多其他的应用，甚至于你可以搭配 Service Bus 做 EI 的整合等等都可以，好 ，OK， 好，所以我的部分今天就先跟各位分享到这个地方，好，谢谢各位，非常谢谢张经理的演说与分享。各位来宾你好。接下来是我们的中场休息时间，场外备有茶点供各位享用，同时场外亦设有展示的摊位，非常欢迎各位贵宾前往参观与了解。今天因为各位贵宾参与的非常踊跃，为了给